我突破了，你已达到七十级瓶颈，现在我将神赐魂环赐予你。 上次我拼到极限，得到一个四万年魂环，真不知道三哥的极限在哪里。可惜，天赋领域真正觉醒，要在拥有第七魂技之后。第七魂环的品质。 对于天赋领域的威能至关重要，而神赐魂环等级的关键，在于接收者的承受能力。我定要拼尽全力，逼出神帝的极限来。不愧是海神大人选的人，一上来就释放全力，直接在更高的起点接受考验，不但会减少不必要的魂力消耗，而且在魂骨的作用下，身体的坚韧度和修复能力。 都有所提升。三哥，相信小三。一次次的面临崩溃。 却又能一次次的坚持下来，究竟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？为了小五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 他没事，入定一段时间后，他自会醒来。小三的极限已经突破，我们的极限又在哪里？